好了，我们今天吃汉堡和炸物。酥的掉渣，哈喽，我们今天前吃一个臭宝的螺蛳粉，第一次吃这个牌子都是很好吃，这个腐竹真的超大，这个粉超级劲道，这个大的腐竹确实很过瘾。自己加的煎蛋，汤底也超浓郁。
这么大一张。